成立济南明世臣商贸有限公司，2007年投资建设了年产3000吨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项目，2009年投资建设了年产7500吨强丙基甲基纤维素项目，2011年投资建设了年产4000吨聚乙烯醇粉末项目，2013年投资建设了年产2000吨高效碱水剂项目，并将乳胶粉生产项目扩大至1.5万吨。2015年再次延伸产业链，投资建设了年产2万吨水性助剂项目，成为行业内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，连续8年产值过亿。截止2015年，公司先后在济南市商河经济开发区开展新产区建设，新厂房总投资1.2亿，新办公楼毗邻东河西流，位于市政府东临华创管理中心，集团化运作迈出了扎实的一步。